头条来看的是最新消息，就是屏东县的新皮乡有养鸡场经传检验出了高病原性禽流感，农委会呢已经派人到现场采样化验，而且拉起封锁线全面扑杀。这家名叫大武山畜场的养鸡场呢相当有名，规模也不小，饲养蛋鸡超过了10万只，而且呢每只鸡都标榜是听莫扎特的音乐长大的，可是最近接连死亡，目前研判高病原性的可能性很高，而根据过去的经验，如果是属于高病原的话，得要全面扑杀养鸡场内的所有鸡只。